可以拆掉啊，重点是真的要打那个啊。好，我先这样子，先这样子。你用。不然真的下一晚我再。我想要，我想，可是我是想要在这边盖一个东西盖住我们。没有，不是盖住的话，先试试看啊，先试试看，我这样可不可以啊？你穴居会漏水进来啊？我刚刚是说排水系统，这边排水啊，你看这边排水啊，我们看到排水系统，我这边有没有看到？我要去，反正其实还好。有，还是会。哎呀，还是蛮快，水往低处流。如果把上面堵住呢？不行，那边会淹水，算了。不会啊，上面堵住不会啊。对，就上面那个洞会淹水啊。水会消失吗？还是会被泥土吸干？哦、啊，土也会吸一点。你现在挖土，土下面会有水。我把我的合成台搬下来。我这边是有合成台的，不过是一的。是二的，它合成台不可以多做几个吗？可以吧？不行，好像不能呢、欸。对，不能。哦不，我把用金都做成炮台了。我的炮台在哪里？哦，只有蓝色晶体，我需要一个，我也可以再做一个炮台。我有。做出来吗？等一下。哎。哎。有。我会做一个炮台，要放哪呢？放这好了。他打的范围可以穿墙吗？好像不太能。放这好了。如果他会从上面来的话，我还没挖到我的煤矿，我刚刚有挖到很多煤矿，然后做了一个墙，可是我都……你可以现在下去啊，还有34、33秒。嗯，不用了。我先看合成标好了，稳上了。有石墙吗？就我看到石墙哦，混凝墙，石头加泥土。哦，我做八个出来。我混凝墙，混凝墙被背景层防止生成怪物，所以有背景就不会生成怪物吗？那我把后面关起来喽。关啊。好啦，等等就是要爆掉就不要出去了。对啊，死就死在里面了，真的是死在里面。你看，有没有破坏门呢？我哭啊，哭啊！因为他还在过来，哭啊！波动啦，波动啦！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把炮台放里面了吧？小姐，不要这样了，小姐。40按2可以修炮台啊。救命啊！我被他关起来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快打！不要开了！快打了！我被坑坑了！死了！有人只想防守啊！来，小鱼，你要怎么盖？来，你盖一下，你想要盖的家，知道了吗？就要盖一个有路给他们走的，不想有路他们走，他们就会破坏啊。他们还是会破坏啊。还是我就牺牲一个人，在很远的地方。重来啦，如何？好啊。要控制几只啊？新游戏。啊，这要怎么删掉？刷新。新游戏开始。有可能还有2131元。指定谁啊？某个提拉。好了，可以冲脚了。太好了，能够冲一只。我按随机。好了。他会自己游泳哦。会啊。所以狗打不打？打狗还好，狗跟萤火虫还好啦。真的是
打到那个白色萤火虫跟白色的跟那个那什么红色的，是已经有点后面的黑火蚁。有人在给我抢资源呢，我要先往前走了。嗯，要 W 跟。对啊，这上面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怎么了？没有，突然看到一处瀑布，就空岛、啊。我觉得上面有空岛，上面应该有空岛。它有空岛啊。所以我们这边没有雨。我看到人跟我抢东西吗？你看错了，你看错了。没有，我没看到你人呢、欸。可是。那没关系，那就让我抢吧。现在不是讲求三空政策吗？好呀，枪没事。你这我先给挖。嗯。不行，枪太弱了，回家。不要再挖了啦，上不去了啦我。哎、啊，你上不去好不好？我瀑布就可以上去啊，干你的！我真的看不到你耶，很烦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走开啦，无缺吼！我已经走了好吗？我就往回走了。谁攻击什么新东西？学妹，没有啊，我再往回走。你怎么被狗咬啦？你怎么被狗咬死了？啊？怎么重生？你要怎么重生？知道？有时间吗？还是你复活得了吗？讲话。要时间是不是？我们是一天一次啊。是一点点，没有没有，我复活了。哦。他就是几秒就复活，然后只是血不是满的这样。合理合理，也就过时间才会满。你小心点，我先走了。里面还有鱼哦。我靠！我完了，我可能要打一种鸟。他打一种鸟，你确定？前期空军很嗨哦。话说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有散弹枪之类的，是每个人做的都是共享的吗？还是没有啊？你散弹枪真的假的？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就有散弹枪跟机枪，可是我现在没有，所以我想到底是哦，所以一个人做就有了。我不确定欸，我那时候竟然是这样啊！啊，不过我做那个，我就是也是，我那时候就可以一进来就可以挖石头了。还是你是吃到我的记录啊？也有可能。对啊，我是房主啊。怎么挖上去？他不给我挖上去啊！你为什么不挖木头做平台啊？哦，以资用火。我做三二级的了。
4×8每秒二，4×8每秒二，所以把枪出来了。这跳跃真是很低能呢、欸。按 W 跟扣白键，每次习惯这样子按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轻轻动他就跳很失控。哎，对。嗯，是谁吗？他们快。我看一下种树了，但我不知道树有什么用。不过就可以做一堆木墙。哎、欸，可以种树哦。可以啊，他那个树种啊。有哦。像啊，有个人家松树果子那种的。哦。我早讲。是吧？我被你们玩进来捏，这是你的错。泥土加石头，等一下啊，那个要怎么做啊？哦，好了。哦，难怪我想说你叫我做进来做那个枪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原来是因为吃到你记录的关系。嗯。我哭啊！真是哭啊！打鱼。不是啊，枪太强了，一下轰下去就不知道退去哪里了。干，我还没升级那个玩呢。蝙蝠干完了，干就蝙蝠哦，完蛋了，今晚守不住了。有蝙蝠就可以做东西了，有东西要蝙蝠翅膀啊，还有血巨虫哎，血巨虫还可以做盔甲。蝙蝠的话可以做压力侦测，那不知道是什么的，还有迷你地图。煤炭没有煤炭。晚上咯，珊瑚跟石龙鱼，说要去打石龙鱼。啊，算了，先不要出去好了，要去我这时间。完了，我回不了家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会想你的。蝙蝠啊，小鱼。哎呀，蝙蝠好像还好。到我来到。蓝色能量水。小林，动起来，小林。他站离。哦。什么放射信息？呜呜呜！不，小林不能死，小林要帮我们挡伤害的。他活着还可以多挡20滴。不小林，你回得来吗？
小鱼到现在还活着，好厉害哦！我没有想要回家的意思。耶、yeah, ，白天了！今天白天了。看一下放射性协议在干嘛？可以生产能量。放射性的血跟来做补品呢？哎呀，还有枪啊，炮台啊，还真多啊。所以晚上干嘛出来嗨啊？嗯，算了，现在就挖洞。来打，反正我都会打我们的。我有什么水里这么多狗啊？不知道了哈。不要虚我。哎、欸，狗是远程哦。近战啊。那我看到狗会发出绿绿的东西。光球，要不要雨耶？不想下去。对，不用挖两个哦，挖一个就好。木板不能接木板哦。你说横的、斜的那种吗？不是，这里有一个大断崖。我怎么办？我不是跟你讲说这不是麦块、欸，不能横着接 啊！你要做支架、啊。哦、oh.。水不能吸水，不，那个石头不能吸水，都不拿石头垫脚下，不然会积水。当做麦块在挖矿，效率不高，真的不高。我不懂那意思，呀。嗯。我要有支架才能。哦，那是血居虫哦。回来了。现在是中午。对啊，那是不是狗吧？它不是虫，那是血居虫。对，血居虫，又拿血居虫壳。难怪想到，难怪想到，为什么底下跑那么多？
血居虫壳，血可以做衣服的，啊，有了，可以做一件衣服，太好了。红蕨，红泥土上。支架怎么用欸？我也不懂啊。两个小时没啊？可以退款吗？搞不动这游戏欸。这边不能打，这边不能打，这次不能打，这次不能打，快撤！哇，下怪很凶哦，挖走完了，那会崩塌，我看想一下。血在红泥土上，我在红泥土上那个很像机械的萤火虫，痛死！嗯，那去找蝙蝠。小玉，蝙蝠在哪找的啊？左手边。左手边哦。哎呦！嗯？会啊，会空降啊。空降一只尸体，表示头上可能有通道啊。撞树，撞树，回来砍树。哎呦！这边也太……过不去，就不要过去啦。嗯，隔壁应该是红桶。你有做铁架嘛？对不对？有。你就放上去啊。铁架不能踩啊。然后你就再放支架啊。懂吗？放支架。哦哦哦哦，大概懂了。它只能放在背景墙上。
嗯，跳晚上了，哎，划走人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懂。我会死在这里啊？不会啊，我活在这里活得很好。哎，狙击虫，狙击虫，狙击虫！快快快，回到我们温暖的家，我们那边应该有防御吧？我们这边有防御吗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好像没有呢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就赶快放一台出来啊。这样就有了。我。好弱啊。好。我挡左边你挡右边。好。左边要沦陷啦。哎呀呀，守住了守住了守住了。哎呦，蝙蝠哎。你看了，你看到？你在放支架。你看就好了。哦。所以炮台要求是收回来再放吗？看你是不是收回来啊？如果不是收回来的话，你可以用你那个挖矿的那个。对他点左键，去帮他加能量。哦，就这样哦。嗯。那可能还真对耶，我然后我都直接把它收去背包了，真的没啥用，打呼。看，你是不是活得蛮好的？你是不是有我在才活得好？没有啊，我本来就活得很好啊。好了好了，先走了先走了。小林，你要不要看老星？看下面。他在抖什么？有只虫下往上打、啊，三小。你要不要离开那边、啊？不然等下被打下去了。等他上来吧，我们帮他挖好了啦。不然他打多久？他为什么会抖？好的。啊！能不能踩哦？稍微补了一下，好了，补回去了，大概补一下，走吧。煤炭下去，这底下的吧。嗯，好的。还有食人鱼，直接跳过去。你们放的是协议啊？这是晚上出的食人鱼。这条淹水了。啊，这放射器都是晚上的、啊。对、欸，嗯，哇塞，这里这么嗨的吗？就刚好这一边呢、欸，上面有空岛啊，这很明显的啊。哦。等等，我好像可以做背景，对吧、啊？没有背景不可以放啊，是不是要做个背景出来？不做背景啊？是吗？那个木头的没有背景，它不能放啊。它这边写说可以放在建造在背景面上，所以一定要有背景。啊，背景的话，我记得好像我看到啊，要铁的，啊，铁的要 level 2的做，然后我没有，所以就好。不用挖石头也可以，石头也有啊。石头也有背景，可是要 level 2啊！我的好正才是 level 1，不回家不能做的意思。有没有火车台？那你们那边是有找到红的吗？红橘，我靠！你们打鸟了吗？哦，打蝙，哎，有蝙蝠，好棒哦！要崩塌了，你看。我知道啊。我没支架了，等一下。我有，我有。
织女太夸张了吧？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。红酒？萨瓦迪卡？在研究支架怎么搞？我看一下。你可以先把这个挖掉吗，小雨？你的工作台挖掉。可以，等一下。没有，我先去救小林。我救小林，快背。直接被关厕所。直接被关厕所。一路退过去。我帮你补这个。哎、欸，嗯，不是哎、欸，啊，下面这个呢？哎呦，要爆了，要断了，要断了。你好意思？都看不懂哎、欸。抵抗力是400，重量是3600，啊360，所以说可以放十个吗？好像不太对。那、啊、木头的呢？我也放一个正在做看。木头的是350，所以大概可以放七个左右。对啊，七个啊。所以其实盖其他这些都是六个。所以你木墙大概放六个，如果这样支撑的话。没有木墙可以做啊。要升到二吗？我觉得我们先多余的。这个蝙蝠好棒哦！我就要升 level 二了，可是我才差一个。我帮你升。好的。没有，你的是你做你的，你要把它放出来。没有，我的在家里太空舱对。好像也要断了。这边是什么大峡谷之类的吗？就好奇那边是怎样啊，就想去看啊。建造在背景层上面，还有问号哎、欸，我看看。人会重哦，人会很重哦。现在看到小圆压力超大，我有做那个蝙蝠的那个啦，压力测试镜，怎么反而更惨啦、啊？哦，疯了！他们有大概的说明，还是我们要下去一趟再上去？干！开！你不行！没有用啊！不对，在这里就好。咦？要放在背景层，可是背景层又……我有啊。可是背景层跟背景墙好像不太一样，我看看。啊，背景层跟背景墙不一样啊，这个泰拉瑞亚不太一样，不能放在那个。这边有上去，我放。不能放在虚无的背景层那样子。哎、欸，怎样？哦，干，这个给你，等一下，要组来。什么东西就给你啊？有啊，我就做这个啦，给我这个啊。所以说这个是，这就是看压力的啊。真算。这是算那个的吗？哇，好多蝙蝠！我知道了，繁星，你可以做那个支架，然后再这样子可以扩一，然后我们下去再上去会不会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嗯。啊，旁边是红土。哦呦喂呀！我看到旁边是红土。我也知道旁边是红土，不然我干嘛那么执迷不悟的要过去？我回家洗洗睡就好啦。
脚架上，好像脚架重量多少？木平台好像没什么，没什么重量。看，没脚，没平台啦。是不是很难跳啊？为什么没有虚浮特呢？有啊，有虚浮特啊！我这样子也可以，光有支架也可以进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哦！不要这么急，好不好？帮工作台出来。晚上了，晚上了，就住地洞吧。哎呦呀！我等一下，这边不好用散弹枪，一不小心就下去了。有续服他妈哎，还真的好棒哦，我好需要哦。